老师，我是邮箱，距离约定的时间已经超过了5分07秒。啊，昨晚又熬夜工作了，真是的，只能原谅老师了。那准备一下，我们就出发吧。我已经为老师设计了完美的行车路线，我们马上出发吧。前方探测到限速拍照，根据我的计算，减速是最佳选择。老师，您超速了，我的计算可是完美的，别想瞒过我的眼睛哦。哎，老师，您是不是走错了？真是的，不好好听我说话可不行哦。老师，我们到了，请带好您的包，准备下车吧。啊，没带包，好吧。